第二是起势，起势的歌诀：臣气举手万虚平，年缠双臂肩一松，按下松府归猿吼，吐尽浊气清气声。起势是预备式动作之一，气势由静无动的起始，又是太极拳十三式行功的开始，就是说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，它是预备式的入境和准备动的开始，又是十三式行功架的动作演练的开始。他要通过起势的这个动作达到周身骨节拔开，满身气血流通，和动作在意识为先导下的周身协调技能。在气机方面，两臂以捧劲为主，腕中含坐，腕这个腕含坐，坐在这个地方含坐，起落间双臂有粘缠之意，也就是说不要直来直去，两臂含捧意，比如对方用两手来推我手，我则用捧意捧劲这个起势的动作来防御他。起势的动作是由两个动作完成，一举臂平肩，落臂平腕，下来我来示范。刚才是起势的动作演练，下来我们具体来说明这个动作的做法。两手平举，同肩高，同肩宽，徐徐上举，有手有腕有肘有肩，两眼平视，下落时由肩由肘由腕徐徐下落，落至两胯旁前，手心朝下，五指朝前。下来我们对起势动作的细节做一介绍。两臂起势，在意识的指导下，先从手上走，手上以中指领劲，小指与拇指圆开，使掌圆开，带有拔劲。这个动作我们具体再说一下，就是说身体有九节，肩、肘、腕、背、腰、胯、膝、脚，九节，而这个手指呢为梢节。在做起势的时候呢，梢节一动，全身都动。所以在起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注意掌上的动作，让它有具体的内容，就是以中指领劲，食指要和
大拇指圆开，大家看这里，这个食指要和大拇指有主动圆展的意思。那如果这样做呢，这就没有精神了，像树叶一样捏了。而小指和大拇指呢也是圆开的，圆开的，这一侧和这一侧整个是圆开的，这一个圆是圆满的，这个圆也是圆满的，那么这个近视就开展了。那么无名指呢就随这个手指的舒展而舒展，顺展开就行了。那么手心呢在起势的过程中，随着五指的舒展，掌心也要微微的胀起，不能老是这样的收的，凹进去的，就稍微让它凸起来一点，当然它不是这样凸起，它是微凹，仍然保持手型，整个是一个弧形微凹的状态。关于手心在我们太极拳动作里时常出现，手的动作有丰富的内容，比如说我们把手的开合也叫呼吸，向前伸的时候这个手心要微微的开，促进五指的圆开，手心的开和五指的舒展是联动的，是相互影响的。另外五指伸直不能够过，不能绷直，特别是这个手指和掌连接的这个部位凸起了，这就过了。那么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五指舒展开之后仍然要保持它的手是微曲的。我们不妨做个试验，将五指关节舒开之后再放松，将张力卸掉，它就比较圆满，也就放松了。手不能软，像这样子都是不可以的。其次，手指的宽度要和掌背一样宽，掌背过宽不好，闭拢不行，进不能出，太开进散，所以要掌握手开的这个度。在起势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在掌上注意这些问题。接着随着两手的起势，要带动肘和肩向前拔起，大家看，由肘由腕带肘，由肘拔肩，使肩胛向前松拔，整个手臂是松展的。我们再看一遍，反过来要由肩推肘，肘推腕指，这个力呢是相对的，相互影响的。在手指展开承腕带肘带肩的同时，肩反过来要推动手臂，腕部往前舒伸，使手臂要赋予弹性，要有捧劲，要起到抻筋拔骨作用。这个话的理解就是通过肢体的舒展拔开，使整个手臂内劲圆满，不能使它漂浮。也就是说在上举的时候，手上要有上捧指物，上捧指物，而下呢有下坠指物，
不能侵犯的这样子飘起来，落下来的时候呢，也是上面的物体不落不丢，而手臂下的似乎在按个东西，比如说按个弹簧，也就是说让手臂的力处在一个圆满浑厚的状态，不能是单向的，光有捧之力没有后没有下，就是太乙拳技呢，它是浑厚的，包含了有上有下有前有后。那么我们在做起势的时候，这个动作就非常明显，它以捧劲而起，意识呢主要在前，但也不要忽视了手臂下仍然有一个弹簧在拉，落下来的时候呢，手上的东西轻轻扶住，而掌心下按，好像按两个水球下去，这个意识是要有的。容易出现的问题，一个是两手过于平直则筋断，这个肘啊这个地方太直，筋以屈曲而有余，肘加微坠，落下来的时候两肘尖太靠后，则失去了沉劲，肘不过背，起势落势肘不过背，这就是过背了。不仅这个动作不过背，在以后后面的动作也同样要注意肘不能过背。第二，两手无论是起和落都不能翻，比如说这样架起来了，或者这样收下去了，夹肋，肘不夹肋，像这种状态都不可以，要始终保持腋下松泛的余地，腋下始终是松泛的，这样的一个余地很自然沉稳。两手按到底的时候，足下关劲，周身为两掌服务，沉劲十足。起势虽然只有两臂起落的动作，实则周身都在运动。太极拳论讲，一举动周身俱要清灵，节节贯穿。那么这个要求在起势的动作中怎样来体现呢？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身体有九节，先由少节起。那么手一动，足下我们在意识上就要想到足下也在动。那么它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，调理好以后起势，随着两手的上举，脚足下要有力，膝关节胯关节微微拔开，收尾骨，落胯，顶命门，肌胸肌往上拔，同时通过虚灵顶劲达到背部的上下贯穿。这个动作要有，整个起势它不是单单这样的起，整个由足下尾骨腰胯肌和虚灵顶劲整个上下贯穿。那么落的时候呢，首先要顶头悬，不要因为落将精神呢也落了下来，这就是错误的，要始终保持顶头悬。在这个前提下，由肩由肘由腕由背由胯将张开的骨节适当放松，腿部关节也放松，在将要到位的时候
这个力度再进行一次开撑起来，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完满动作。假如说起势的时候身形拔开了，而落下来的时候呢只是松弛，这个动作是不完整的，严格来说缺了点什么啊，应当是在两手将要落到位的时候呢，这个身形重新拔起一次，然后在这个拔起接下意识的起势再放松。所以太极拳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开合有开有合，所以一式连着一式，都是通过这个虚实开合、骨解、松弛、拔开这样的一个运动过程来达到一种运动环节。那么太极拳的健身效果也正是通过这些要领而体现的。起势的动作啊，是一个动作比较简单的动作，但是它所要求的内容要领是很多的，如前面所说。但是在这些要领中，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沉肩坠肘。在太极拳要领中，沉肩坠肘这个要领是个主要要领之一，而且呢在动作中呢稍不留意就有反复出现的可能。那么不沉肩坠肘的弊病在哪里呢？就是气浮劲断无根，这是太极拳的大忌。那么沉肩坠肘的效果好了，那么劲儿整贯穿这些要求呢都能达到。那么我们在起势的时候容易犯的弊病，也就是抬肩，比如说大家看这个肩起来了没有，好像没有起，实际上它已经起了，因为你没有沉下去，没有沉下去就是沉起来，就是等于说起来了。所以说这个起势的时候随着两手上捧，两肩和后背肩胛要下意识的往下落，是下意识的。太极拳有上就有下，手往上那肩胛就往下，这个力才能灌到根上。所以在起势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同时要肩胛下沉，这有个肩窝，肩窝的肌肉似乎也在收下去。我们初学的同学呢可以反复练习一下这个动作。坠肘在落势的时候要坠肘，也就是不要亮肘。大家看这肘就不坠了，翻起来了。下落的时候呢这张开了，看着是很威武，实际上这个动作架起来了。那么应当就是前面所说的肩肘下沉，但是不能屈回来，为了屈肘两手抽回来了，这种现象劲就散了。所以既不能让肩肘浮起，又不能使它软下来，要把握好它这个忌力的度。为了达到起势效果的圆满，尽力的贯穿，在这里也要注意一下呼吸。呼吸的基本法是起吸落呼，当两手起时徐徐吸气，用鼻吸，气沉丹田，随着落可以口鼻同呼，但是要慢。
这个起息罗敷里边有一个要点，当起息的时候，尾骨一定要收，顶一定要拔，这个气才能承担天，不上浮。啊，有时候吸气的胸挺起来了，那么当你吸气的时候呢，尾骨轻轻收住，使胯往下落，那么这个气就容易起承担天。那么落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调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什么意思呢？虚灵紧劲，肌肉放松，松肩肘，松腹。虚灵宁静，胸背肌肉落，前后都开始下落，腰腹都放松，就和我们刚才提示的预备式的呼吸检查法一样。这是起势的时候一般都必须要做的，但是要注意一点，我们只是在起势的时候强调这一点，在随后的动作中我们就不再强调呼吸了。呼吸的极意是如何忘却呼吸，要一任自然。特别对于初学的同学来讲，过早的呼吸反而有害无益，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。第二点，要注意对应关系。对应，太极拳讲究一个整劲，整劲包含了前后左右上下，使他的重心、他的接力点能够使自己完整得劲儿，劲合四方，同时也能够达到防御别人的这种功能。那么这个起势怎样解释呢？他的劲点在起势的时候在腕部，两腕，这个腕部的力，或者从小手臂以下的各部任何一个劲点都可以作为劲点，主要看对方你接住在哪里。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示范。那么在起势的时候，这要对应哪里呢？腕要对腰，或者小手臂的任何一个折力点呢，要对住命门这个位置上，使它有前有后。这个力不是从肩走的，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肩不能起，要沉落，沉落的力到哪去？到腰上去了，到肘上去了，到手上去了。所以你腕要往前顶，必须与腰地对应，这样的力才是贯穿的，而不是从肩从上面走。那么两个手心呢，要和足下脚心相对，好像拉了个弹簧，从脚下挂在手心上，疼起来了，肩沉下去了，接住腰了，接住根了，这样子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种合力整劲，那么这个劲势就比较足。这是关于我们起势应当注意的劲点和它相对应的地方。下来我们请一位学生上来做一下示范。我们先说一下刚才的捧劲，这个捧劲要接住腰落玉腿，它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足一点。比如说你过来在按住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按住这个起势，哎，对方劲稍一出，看这个劲儿，你肩是不起的，大家注意看肩是不起的，是吧？通过腕肘这个劲，借助这个劲，这个对方的根就推动了。当然这是个示范，在实际的运用中它变化多样，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说。
下来你做一下这个动作，这个脚，对，完整的做，这个做法呢整体还是可以的。下来大家看看侧面，转过去，大家注意看，走，你看这个地方一起它从这个地方弯了，这个是不太合适的。这个我们说这个要从腰下部这一部位要有开合，我来示范一下，你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看我背啊，啊，你这个起势呀，啊，这个背在这里，你起来以后，你看这里弯了，是吧？而这个部位呢，动作的明显不足，所以我们说用腰劲阻挡于腰，主要指的是腰和胯区间的这一段运动。大家看我做，你看起势。尾骨收，命门顶，它是这样的状态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区别就在这里。可以了，谢谢你。这是预备式起势的做法。对于起势的做法和注意的事项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第三式揽雀尾，揽雀尾总诀：太极拳法妙无穷，捧捋几按雀尾声，捧是近点在两臂，捋是近点在掌中，几是近点在小臂，按是近点在腰弓，欲知此中玄妙处，勤练推手功乃成。揽雀尾，旁捋几按，也叫太极总手，也叫母式。太极拳我们知道也称十三式，包括旁捋几按、踩脸肘靠、进退顾判定十三字。那么揽雀尾呢，是将人体的手臂比作雀尾，遇人推手粘连粘随，不丢不顶。推手就是包括捧捋几按四字进行往复运动，而其他各式如踩脸肘靠、进退顾判定，皆由此四式而生。所以全体大用诀第二句就说捧捋举按雀尾生，所以也称总手，捧捋举按也称母式。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要留意。下来我们将这四式呢分解来讲。揽雀尾包括捧捋几按四式，第一式是捧式，在八十五式套路中，开始的捧有两捧，左捧和右捧。我们先说左捧，左捧各诀：初运鸿蒙阴阳线，起落开合太极圈，转身左捧出左步，右踩横捧任自然。这四句一说大家大概心里都很清楚，它就是描述的左捧的动作。捧
在十三字中占第一字，也是所有禁法中的第一禁法。捧字的含义是捧阻、防御，防御对方的正面进攻，如推手的搭手，或者两人出拳，都是以捧架作为防御。这种捧架的动作就叫捧。捧，它的近点一般接哪里打哪里，接肩再肩，接胯再胯，接手臂再手臂。那么作为具体动作的捧，主要的在小手臂，即对方打来，我用右手或者左手捧住，而另一手就可以出击，或者两手配合使用，共同缠用捧劲。这是捧在一般技术意义上的一种理解。捧劲不能硬捧，硬捧则僵，两败俱伤。捧要刚中运柔，要有弹簧劲，要有伸缩劲，它要像江海水的质量一样，十分柔弱，但是呢，它力量很强，能捧出大海。这个捧劲，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形象来体味它捧的含义。下来，我们讲解左捧的动作，先示范一遍。再看一遍，这是左捧的做法。它的具体做法：一、屈膝捧手，两腿微屈，两手微左转，右手上捧，手腕挂中；二、摆脚转体，左脚尖外摆60度，小于90度，重心右移；三、上步抱球，上左步朝正前方，两手相合；扣脚转体，弓步捧手。这是动作的过程。下来我们分解这个动作的要领和注意事项。第一动，屈膝捧手，应当注意两腿屈膝下沉时，不要单靠两腿的屈蹲，应当随着膝和胯的屈沉，尾骨下坠，尾骨尾闾腰肌这条线，腰肌这条线由这里下沉，同时顶头旋，也就是说身体不要扶，趴下去，
三百五例。同时注意，两腿膝盖不要向前跪，向前塌下去，使身体后仰，应当以尾骨下坠、胯收为主动，带动全身下沉，而两膝不要超过脚尖，要轻轻向后拉，这是它的要点。与此同时，两手同时先向左，而右手再向上，左手的高度始终随体转是平的，是平的，而右手以腕领劲，以腕领劲挂中到这个位置上，比外旋，也就是大拇指朝掌背方向旋转，使掌心朝里，肩肘腕要圆满。在做这个的动作的时候，应当注意沉肩坠肘，如果这样子就抬起来了，就翻起来了，这是容易出现的问题。或者沉直不够，肩虽然也没有抬，但是没有折翼下沉，沉肩必须有下意识的使肩胛胸背肌肉沉下去，这一点要强调。这是第一动。第二动，摆脚转体，注意腿的动作，脚尖外摆要大于45度，小于90度，不能超过90度，到此为止。同时重心右移，重心右移，逐渐拧起左腿，也就是说当重心向右移的时候，左腿就开始变虚，特别注意这个胯关节就开始松落，然后提膝拧腿，接着上步。我再强调一下，第二动，右脚尖外摆，重心随之右移，而左腿逐渐变虚，脚跟渐起，这个时候的胯和腰渐松渐开，特别是从膝盖拧起之后，胯与腰要有脱开之感，这个腿才能放松。手要内旋，就是大拇指朝手心方向旋转，这个近点的腕部要转移到小手指外侧，中间劲不能空，要移捻，逐渐好像从这里走过去一样，不能跳空，这样的走。同时手脚相对，脚走手走，磨转一个圆圈。这个转移的时候要注意肩始终要沉，肘始终要坠，而落地于腕。这样的高度不行，使右手始终保持一个平面运动，这叫摆脚转体。第三动，上步抱球，上步左腿要经过右脚内踝再向前伸，在这个动作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虚实之分，虚实转换，前进后退
需要灵，要达到灵活，必须是虚实分清。大家看，刚才我们叙述中心右移，中心随着中心右移，左腿就逐渐放松，而胯与腰逐渐脱开，这个时候的膝盖不能内扣，不能使脚尖脚的外缘翻起来，应当是保持裆的虚圆，然后由膝灵起来，使小腿放松，自然下垂，感觉是这种感觉。如果是这种感觉，或者是说用大腿顶起腰胯来，顶起来，脚绷起来，像这种状态都是不松的。它的要点在于随着右腿的坐实，左腿膝盖往上离拖左胯，脚掌自然下垂，随之再往前伸，伸出这个左脚的时候，随着胯和腰的脱开，胯要向前推动，膝要展开，脚跟向下落，有擦地之感，像飞机降落一样，逐渐的向前伸出去，而要避免直出直落，不能像直升飞机那样。这是他的伤部注意的问题。而右腿这个虚实变化要特别留意腰胯间的动作。刚才我们说屈膝下沉是尾骨下沉，那么开的时候呢，裆要开圆，裆要开，身形随着腿走，接着重心逐渐右移，当左腿往上领的时候，不能是腿上没有动作，而要保证重心全部落在右腿上，虚实分清。第二，要卷尾骨，收胯根，尾骨卷起来，对右腿产生一个拉力，通过尾骨的曲卷，也就是落胯顶腰这样一个曲卷动作，带动了右腿起来，这是腰上的动作。这样子两个虚实变化配合，对于上部就产生了好的效果，当然也包括腿部，后边所有的动作都要注意虚实的分清。我们再说手，这个手抱球，右手要圆满的画个小圈，顺时针，而左手欲抚其鼻外旋，向肘的位置相互靠拢，右手对住左肘，左手对住右肘靠拢，当脚落地，两手抱齐，抱好之后，我们要体位一下手的形状，要做到合中欲开，也就是说腋下要圆，肘要圆，腕要圆，手要圆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，腋下就不空了，肘就加累了，这力量就不圆满了，这里边就有一个合中欲开的关系，就是说当两手合的时候，而腋下要开，要圆满，同时要通过背部达到圆满的状态，整个劲是顺圆的，这是抱球应当注意的问题。接下来是扣脚，转体扣脚，左脚尖内扣30度，左臂轻轻向前伸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不能漏了，
左臂轻轻向前伸，注意，左脚内扣30度，左臂轻轻前伸，重心稍微前移，往左侧移，然后弓步分腾手。这叫左侧弓步，近点在腕与肘之间。那么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的问题，在扣左脚不能单单扣脚这样来做，而是由胯作为主体带动上下肩胯脚动。注意看，哎，这就过来了，不要出现单单扣脚，而且随着两胯右转，使左脚自然落地，不要出现转过来以后塌下去。当右脚扣下来，左脚扣下来，同时使单位轻轻地向左移，但不要马上移过来，这样子一下过来手还没到，所以手和脚有个配合关系，大家留意。当转胯扣脚的同时，左手要向前入进去，接住捧劲，随着弓步平移，右腿看着左手向前捧出，左手高度同肩高，腕肘低于腕，略低于腕，右手下踩高于胯平，掌心朝下。在做这两个动作要注意手脚相互看，就是说手不到腿不到，腿不到手也不到，或者说手不动腿也不动。我说它叫腿看着手，手看着脚，要求一动俱动，一到俱到。大家再看一遍，后脚伸手，弓步捧手，肩开裆开，腰开脚下稳固，这个劲势一定要饱满。左捧式是个横劲，后脚也就是右脚特别注意不要出现摆脚朝外，比如说后脚捧手，右脚跑出去了，这个是经常出现的问题。而要是脚全脚踏实，脚跟脚的外缘都不能浮起来或者朝外摆，外摆立泄，它要是全脚落地，足下有根，通过足落地膝纵，纵就是跳跃的意思，就崩开的意思，将尽力通过裆部圆开，它不是漂移过去的，漂移过去，飘过去，这样是无力的，必须经过裆的圆裆，将力传递到左腿上。而左腿如何往前弓呢？啊，膝要找脚尖顶出去，后边的搂膝腰部的一些弓步动作都有这个含义，膝盖膝尖向前顶，而胯这个的胯轻轻往下沉，不能出现左腿面往上扬，胯过向左这种现象。这里边有个裆位，裆位的落在两足的中间的哪个位置上，左侧弓步裆位要偏左，偏多少？70%，不超过80%，在这个位置上即可。
那么这样子通过两足有根当圆开，腿上是什么感觉呢？要像一座桥跨在两岸上，直冲两岸的土地，入地三分，上边能载物过去，这样子就稳固。假如说膝过脚尖，后脚扶起，这种感觉就没有。那么腿上一旦有力，那么整个要看着手走。比如说我弓步了，单出手，这个劲就散了啊，一定要经过这肩开肘圆腿蹬整体的开合，使它劲力达到一种整劲完成。两手到位之后不能散开，散开试着散，使两手向前顺圆，延长顺圆，似有合拢之意，而筋势不散。眼向前看，落偏左，也包括身形朝前也落偏左，它不可以出现这种现象，这就过了，旁劲没有了，散了。肩一跨，肘一屈，手一足，外三合，是整，是整是保证劲整的前提，所以劲势相合，这是左捧的要求。做动作的时候，还要记住一点：一动无有不动。我们在讲解动作的时候，手眼身法步是分开来讲，但是在我们调理好之后，要心意和动作同时都动，做到手动脚动，上下协调。现在我们请一位学生来示范一下揽雀尾左捧。好，听我来说一下你的动作。刚才他的动作中有几个问题，一个在起势的时候这个手臂没有展开，展得不够，这个肘有点架，肘有点开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强调啊，手臂要舒展，肘不要架起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落下来以后手没有到位，坐在这里了，应当继续再落，这是刚才的起势动作。揽雀尾动作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，一个右手臂没有走完，右手臂捧在胸前内旋，与胸高平抹一缺，这个手呢，右手又圆转一周，这个一周没有做完，只是做到这里就回来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右腿蹬劲不足，太屈。大家看我反个方向，他是这样做的，到这就没了，这个动作在这儿了。我们是强调过腿是不能伸直的，但是不能不到，必须要绷直它。那绷直不是可取的，是不可取，因为它僵直了。我们要求首先要到位，就是你把事要做出来，这个腿要展开，这个劲力才能灌上。但是你太直了它就断劲了。我们要求在绷直的前提下是膝关节微松就可以了，就是把这个绷劲啊卸掉就可以。你再做一遍，
这个左手没有抱圆啊，走。别动。这个身形呀，有点偏右了，你想再偏左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左脚尖在右脚尖的后边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，所以肩一跨合，这个胯一足合，你看这个胯在右胯的有差半脚的位置，所以你这个胯呢也是朝后的，这样子的话身形很自然的就是应当稍微偏左一点。如果像这样子，他刚才是这样做的，就偏右了，偏右了这个力就散了，就不整了，这个劲力就不足，必须稍微肩一跨合，肘一膝合，手一足合，落为偏左一点，这个就比较合适了啊。这个掌心呢要斜朝上，掌心斜朝上，这个肘尖，这个肘尖应该稍微松一点点，这样就很好啊。好，可以。再提示一点，就是手脚一开俱开，一合俱合，就是手脚开做的不够协调。大家看，啊，这里你看，这个脚开了，这个手还在这儿，没有跟上。再看一遍，屈膝捧手，手脚你看，虽然右脚尖朝外摆，手也就跟上了，身形呢也向右打开了，这个胯呢也就松开了，这是要同时完成。注意这几个方面，好，谢谢。关于揽雀尾左捧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